为什么要选择 G1 Promise GI？因为它在里面有含有三本字典，有华语字典、马来文字典跟英文字典。那现在的我们马来西亚的课本哦，有一点不一样了。你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三年级的课。那在上马来课的时候，老师或者学校他们要求的东西，不只是你要明白，那你还要懂它的意思跟翻译啊。你看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当你看到这红色的字，它是要求什么？就是要解释。那门马善本马说是什么？本比亚善本马说是什么？门尤顺比亚什么？那门尼干本马说是什么？那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哈，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哈。我们做一个试验，我们用一个这个G1 Promise 来怎样去帮助这个我们做功课哈？那首先我们可以，你先读出来 Malika Menginginkan Rumah Yang Selamat。那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过后，我们不明白什么意思，那我们先去文本扫译，我们进去 setting 了这个，我镜头放近一点哈。文本扫译你可以进去马来西亚读中文，然后按 OK， 然后我们再回来再扫一扫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垂直慢慢扫，当我们扫完了过后，你可以慢慢的看。Mereka menginginkan rumah yang selamat。哦，就是看我们读华语的话呢，他们想要一个安全的家。哦，原来是他们想要一个安全家。那但问题来了，现在menginginkan bermaksud 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怎么办？很简单，我们再把镜头放大，我们看一看，我们就去 GKamus 里面。我们 GKamus 里面就会有把所有字拆出来，那你就可以去 menginginkan。menginginkan 的意思是什么 ？menghendaki， 或者是 mengharapkan。哦，然后还有列举 semua manusia menginginkan kesenangan hidup， 哦，就是每个人他们要更好的生活了。那原来 menginginkan 就是 menghendaki 或者是 mengharapkan， 我们就看它的英文解释是 think 或者是 why， 就是想要渴望希望哈。那就是 semua manusia menginginkan kesenangan hidup， 就是它的这个句子了，列举了。那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它这个当这个我们做功课的时候，老师要的东西就是很简单，就是你看 menginginkan bermaksud 是什么，学校要的东西就是要你回答这个马来文字典，这个就是马来文字典哈。这个马来文字典呢，马来文 translate 读马来文呢，只有 G1 Promise 有，只有 G1 Promise， 请认清 G1 Promise 哈。那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详情，你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给到你更多的新的消息，然后也给你知道更多的东西。谢谢。GIG1 Promise。Bahasa tu bahasa, bahasa tu Inggris, bahasa tu Cina.